经典要没有教学，只是念，不知道意思，这它不起作用。不但要懂得经典的意思，要深入，叫深入经藏啊。为什么？它帮助你开悟，它帮助你明心见性。天天念，如果是会念的话也行。所以这个关键是会不会。学习经教关键也在会不会。会学的人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心念相，这叫会学。会念的人都是六根净念相继，这会念。会学会念的人都会得三昧，都会开悟，都能够明心见性，这真是宝啊。所以经典在古时候完全是手写的，写经的时候写一个字要去把手洗一次，古人沉浸到这个程度。现在还有没有呢？还有，我看到一个人，我看到他是老人，他已经70多岁了，他写经，也是每写一个字洗一次手，姓张的张老居士，我在加拿大温哥华遇到他，我请他写一部净土五经，他大概用了2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是法宝啊！这个没有真诚恭敬心不行啊！现在的印刷术发达，我们将这部书印出来。当时印的数量大概不多。我这个地方大概还有10几套。我想我们拿到这个台湾去翻译。末法时期，众生得度全靠法宝难得这部手写的恭恭敬敬往后能不能找到这种人呢？少了真正有这个恭敬心的字写不好，字写得好没有这种恭敬心。我们对法宝要恭敬，法宝一定要庄严。不能草率，不能够随便。现在印刷术进步，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了。
啊，我们这一次印的群书之要精装本一套，啊，台湾的定价2400块钱，啊，或人民币600块。叫人捧在手上生欢喜心啊。啊，我们做不到这样，这对不起法宝啊。啊，这个法宝会永远传下去，人家拿到手上会珍藏啊。啊，展开经本来度，不能不恭敬。看到这么庄严的本子，能不恭敬吗？啊，不可以把它当作报章杂志来看。记住印祖的话，十分恭敬就得十分利益，没有恭敬展开了不得利益。妙智融通，随意无碍。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相似的。啊，我们模仿啊，它是真的，我们是假的，假的也像真的，啊，模仿。啊，那我们今天乘着这个科学还在这个世界，好好的利用这些工具啊，利用网络与各个不同地区的人在一起学习啊，利用卫星，利用光碟，啊，大量的流通，精益很深，其味无穷啊，乏味呀，不认真的学习，你尝不到。认真学习，你再跟人分享，味道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你尝到味道，你才能说得出来。你没尝到，你怎么能说出来？啊，真正尝到乏味了，我就知道你的心清净。为什么呢？心不清净，尝不到。啊，你能尝到法味，肯定你心地清净。啊，你烦恼轻，智慧长。啊，所以你在应用这些智慧，啊，施诸有情，供养三宝，你都有善巧方便。啊，你所作为呀，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啊，这个里头，自己不能有欢喜，有欢喜心，欢喜生烦恼，让大众还没有接触佛法。或者刚刚接触佛法不久的啊，功夫还不到家的这些人生关系
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境界。啊，让佛法帮助这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迷生烦恼啊，烦恼带来的痛苦啊，啊，开悟他就离苦得乐了。啊，开悟他就放下执着了。啊，开悟啊，他就不会给一切众生对立，不会有矛盾，不会有斗争。啊，帮助这个社会安定和睦，帮助众生幸福美满，这是佛菩萨以及佛弟子可以做得到的。啊，只要不舍弃经教，认真努力去学习，锲而不舍，你会做得到。